的确，爱没有宗教之分，做环保更是无国界。马来西亚麻坡的这一场园游会呢，就邀请了慈济志工来推广环保理念，至今已经是迈入了第九年。从零保利荣到环保分类，志工是年年不缺席，期望透过节庆多募一份爱地球的心。这里是麻坡华青团所举办的园游会现场，全场41个摊位，没有一个商家在使用保利龙餐具。垃圾分类做得好，我们的世界就会更美好。零保利龙餐具是慈济志工推动九年来的成果，今年更进一步制作了一个掩埋场模型来进行环保教育。我们今天就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环节来让大家了解，我们的垃圾如果不分类的好的话，他们就是再去土埋场，或是污染的水源、土壤，还有那些空气，是我们要怎样的去改变这一个环境。慈济志工也在现场设置10个资源回收点，教育民众随手做分类。就觉得比较干净哦，整间不会在地上不会看有垃圾，比较舒服一点哦。关，其实蛮多处都有吧，这个东西啊，所以其实蛮靠近的。你要丢的话，其实蛮方便一下。开开心心来参加活动，也让大地能够干干净净，没有负担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